鞋修复了没？不知道啊。你们有人玩了吗？我不知道修没修，我也没玩啊，关键是。这把来证明一下，可以。但是前期我得有蓝 buff。瑞文的三件装备，帽子其实不是那么特别核心，水银蓝 buff 比较重要。帽子有没有，其实都那回事吧。水银跟蓝 buff 必须得有。所以先给我来个女神之泪，下边我直接一选蓝 buff，然后再给我爆个。你瞅，净爆这个坡玩了，净爆这种玩了。玩个屁呀！这净爆这种破玩意儿了。这盖伦应该是有问题吧？盖伦一级大招能打500多，不可能。我感觉盖伦这个钻儿应该是有问题。科技枪第三件装备随便给，上来就给这破腰带、大腰带、锁子甲、大腰带、锁子甲、大腰带、锁子甲，漂亮！漂亮啊！漂亮！上了吧，这盖伦，再给个女神泪啊，给不了了。开局是一定三件装备的，不可能给四件。开局三件装备就是撑死了。哎呦啊，小法师，先拿个威音啊。死得很痛快。呀，这永恒之身差一个。那我上个劫吧，盖伦先撇了，卖血吧，确实哈，应该卖血，卖他两波血，这不卖血拿装备肯定是不行了。卖血，小法师上来还杀一个，这我是没想到的。哎，其实我不乐意开的预言，我给你们留了，我很讨厌这个预言。最后我那什么吧，这把不开了。这把要能玩得上这个瑞文呢，我就给他玩了。我不开了这把，我万一我最后瑞文三星了，我还想一打八呢，我这是不能开了。开的不行，没劲。游戏时间到喽！96，这波90可以啊。
90滴血差不多了吧。倒数第二不要女神泪，倒数第三不要女神泪，倒数第四可能会要，但要的可能性不大，所以我们不太用卖血了。这波直接上杀。盛宴在等待。我们正好碰上了倒数第三。但是没打过他，他有点猛。倒数第三怎么能掉这么多血呢？我们瞬间变成倒数第一了，赶紧把这拿下 ，OK。这个要能给个拳套或者魔抗的好了。我们可以先拿小法师来打工啊。好，两页幽幽弥，我会让你死得很痛快。终结已至。哎，这咋不双重施法呢？好弱哟。按道理来讲不应该这么弱的前期。这局什么阵容？灵魂莲华夜幽啊。这没打赢我是没想到的。猫凯往后点站吧，猫凯，让安妮儿先上去，希望这波可以赢，不要让我卖为人。这一打一，大树能打过不？他一个没有技能的英雄。你给我干死他，你给我打死他。咖喱奥真的垃圾，一打一连大树都打不过。漂亮这波。哎呀，虽然连麦断了啊，但没关系，接下来希望可以继续赢下去。神盾死了，神盾就不要了，一二三四不行，打野前断连败。
这跟打野圈断连麦其实没关系，你知道吧？问题是现在开始我们要一直连胜了。啊，这轮给我个大棒，再给个拳套或者魔抗，直接起飞。别给那锁子甲大剑攻速了，那怎么这50%概率能拿的东西，怎么的还拿不着了？是不是？操！下边赶紧拿个拳套的，可受不了这气，可真是受不了这气。我给个日炎。日炎其实是一个前期非常好的装备，我跟你说。他没有虚区，他这都，他根本他就没有虚区。哎呦我操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是福星呢，吓我一跳。这安妮儿我觉得得往前放，安妮儿不行，先往前站一站呗。大树稍微的往后放一小格，安妮儿先让他死去，要不然安妮儿身上这个盾呢不合适。500的盾得让人打一打。不用玩劫了，这不有一家吗？你看看这家劫攻速高快不快，不就完事了吗？好像是快的吧，我也不清楚。分女儿、蛇女儿、妖子、幽弥，打的小破三国应该没问题了吧？嗯。还有我这大树为啥不烫人啊？啊，烫一名敌人呢，不是全烫，原来如此。我们这波拿个全套的。神之刃瑞文，早知道上边拿别的装备了，哎，气死个人了，简直气哦，生气啊，这也太气人了吧，这不气人呢吗？在那里，这不是恶心人呢吗？
真的气人的，拿不着啊，拿不着也气人呢、啊。可惜了，这不是福星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啊！这要是福星，刚才我有个老母狙，我直接把这安妮儿一换，上一个老母狙，赢一把我们就起飞。魔法师安妮儿也挺厉害的，我们不玩儿啊。他厉不厉害的关键我们不玩儿。速度是挺快的，伤害差了点。我找这个一个平 A 让你花里胡哨。还有75滴血，血还是比较多的啊。努努啊，努努没用啊，其实这卡牌也不太要。不是你们没明白我要玩什么吗？我上把我都说了，我说我要再玩一把这个灵魂莲花夜游。你不会也是要玩夜游的吧？应该没有啊，现在目前没有哪个傻的想玩灵魂莲花夜游的，几乎是没有。这属于新兴行业。夜游瑞文，那你也得有啊，对不对？现在没有呢，还这波给个魔抗，给个大棒，我直接起飞，好吧，狼哥，来大棒，狼哥，来魔抗，狼哥，魔抗就行，魔抗大棒，行，差一张。我拿着小法师顶一下。这个小法卖8块，我们拿是12块，亏了4块钱，没事啊，拿它顶一下。安妮儿的盾一旦出来就有点无敌了。小法师现在能打950，嗯，啊不是，那亏1块钱好，那也没亏多少啊。你说去哪？我上个分女，给我套点盾。
蜘蛛卖了，蜘蛛是挂件儿。哇，这狼也猛啊！你看人家这狼人永远也死不了，咱也不知道咋回事。俺们那狼人就可快了，死的上来啪嚓就死，一秒躺。人家这狼人就不怎么倒，不怎么倒地，你知道吧？我上两秘术试试。别升了，升我觉得得升八，这不拉八应该是递不出来瑞文，我们得拉八。神装应该是有了，哎，应该是有了。我们现在只需要嫖一个瑞文蛇女，魔抗的肯定是没有人要的。这老头啊，现在这都比较抢手，知道吧？哎，咱们最后来个小魔抗，直接游戏结束。如果我要是多出来个魔抗，我就可以拿莉莉亚了。但是没办法，我不多，就只能这么地儿了。这大蛇我来一个，这不玩狼人，狼人是个屁，我讨厌狼人。大柱，哎呀，滑板鞋死了。大树一打二应该是费点劲，没事，我们每一回掉的血如果不是很多，还能保持住连麦，这就非常的 beautiful。错了，我说的呢，我这咋不让买呢？大蛇没伤害呢，大蛇本来没伤害呀。大蛇也就这样了。这阿卡丽可老猛了，小法师只要不杀阿卡丽，我们指定就没。没事，又没掉很多血啊，没，如果这样是最好的啊，每回掉的血非常的少。俺们赶紧拉吧，他这阿卡丽装备有点好啊，装备可不错呀。
一个瑞文都没有，那我能怎么办？那我又能怎么办？连个蛇也没有，没事儿，升八应该就能有了吧？拉八还没有啊？应该不太可能啊。这不来了吗？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这不来了吗？怎样的战斗在等待着我？这不来了吗？闲聊时间已经结束了。闲聊时间已经结束了。先递一手，万一递个天选呢？你说是不是？这都不一定是。不要诱惑一条毒蛇。别给错了，现在，哎呦我操，让别给我秒了。这波上人没上好，掉了一波血，哎呀，有点失误了这波。现在我们差个莉莉亚，差个天选的灵魂莲花夜游。夜游拿大棒喝。漂亮，给你个大帽子，给我扎堆站。腰子上装呗，递个腰子。春哥给你了，省得你死的快。无敌了，兄弟们！让你明白什么叫无敌，不就一个小法师吗？敢敢担担，轻轻松松。看看你的盾多还是我的盾多，真能耗啊这！哎呀，我操了！赶紧把他杀了！哎呀，可太费劲了！我那秘术你打得动吗？我会用这个。这得拉久啊！换为音可以对。QA，QA，Q 放大 ，QA，QA 甩大 ，QA 怎么打人不打掉血呢？感觉。狼人怎么无敌了？狼人还可以接受啊，还是不够，你知道吗？差个灵魂莲花夜游，差一个夜游，我给他整个圣杯吧，给他加点法强，给他整个圣杯。不过勉强是赢下来了，还可以接受。哎呀，这个如果没有六个夜游，确实不是那么特别狠，你知道吗？没有天选夜游不厉害，六个就狠了。
这也加不着盾呢，算了，无所谓了。往下为人，早说呀！给我把那黄鸡给他切死。哎，这还挺猛的，你看这瑞文猛不猛？这瑞文。有没有三星瑞文呢？给一个三星的瑞文呢，兄弟呀、啊！关键这没天选呢，对面太弱了，这家猛。这家神射手猛，这家六神射手有点厉害。这劫给我疯狂刮痧的劫。就你叫夜幽劫呀？啊？多少攻击力呀、啊？才300多，这是太刮痧了！你这没意思啊！给腰子整个狂徒，啊，明咒劫啊，明咒劫！一会儿我们直接整个莉莉亚带灵魂莲华夜游的，哎呦我操，直接就起飞，兄弟们，啥也不说了，起飞了。夜游英雄都齐了，怎么还可能刷出来天选？那为啥不能呢？那因为啥不能呢？给腰子可以，腰子加护盾呢。给锤石也行，给锤石吧，锤石能猛一点。差一个天选瑞文，加一个瑞文，就齐活了。哦，黄鸡可以换蜘蛛。哎呀，就是这黄鸡不鸡的，拿着吧。有道理哈，黄鸡换蜘蛛，我们能更猛一点。这银马也太猛了，这银马呀！他家这瞎子要给我全踹飞了呀！这瞎子。快回去猫，要不然又给你踹飞了。打他妈一年的这银马，这个银马血费有点猛啊，这银马。瑞文马上来了，瑞文。不过真的，怎么一个天选都没有啊？哎，给这个破玩意儿能有啥用啊？这呀，你给我整个夜幽的多好啊！你说，给个耀光石，你是很难受啊！这
但凡给我换个羁绊，这都行了呀。这瑞文想生是不费点劲了，这瑞文呢，我把瞎子卖了地吧，差俩了就，杀个神盾。血还是太少了，现在要能有30滴血，我就留个30块钱地。哎呀，血还是太少了。往这边大呀，会不会 QA 呀？漂亮，这不猛啊！我除了那家银马那小法师，我打不过以外。其他咱有打不过的人吗？这他妈人马太狠了，这人马打不动，一顿吸呀、啊！给个夜幽转职，真是没东西拿。我只要不打他，其他的人我都能打过，这家实在是有点厉害。给个夜幽。哎呀吧。瑞文给一只也行啊，瑞文。你所说这，哎。给谁呢这，给腰着吧。运气差了点，说实话，要是那个蛇女给我变成夜幽的天选之人，我们直接就起飞。但是没有，差点意思。上为人没用啊，上为人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我瑞文人没了呢。这是一家什么玩意儿？我估计他应该是吃鸡了，我打不过他，除非给我转职，除非现在立刻给我一个绿文，绿文的天选，我直接头给他锤烂。操了，全他妈是蛇女儿。绿文，聚聚兄弟们，打不过。别打那人马，换个目标打。对，别打那人马，那人马打不了。别打那人马，哎呀，哎，对对，往里突，往里突，往里突，甩小法。哎，刮痧呀，简直刮痧。我那打的小法师。打一管子血，人家吸回来了。打一管子血，人家吸回来了。哎，真够呛！哎呀，差点意思，兄弟们，差点意思，真的没有六个，实在不行。瑞文也没升三，这把差稍微差点意思啊，稍微差了点意思。不过足以证明我们的阵容强度，啊，足以证明。只能说这家九森林他的运气太好了。